安安你好啊，我就看我播比较爽。这场 Viper 是玛丽，AD 是强者意大利，他们两国只隔三格距离，三格距离。看完这场就睡，真的看完这场就睡，因为我蛮喜欢看，看地形吧，我觉得是没机会。我觉得没机会，云哥 Viper 啊，我是觉得没机会，我是觉得没机会啦。Viper 是一个神的对手啊，一个神的对手，他们只剩三，他们只距离三格而已。我们看他们怎么打，两个国家的这个文明优势都很强，都是一个僧侣大国。我今天正好去运动一下，真的去运动一下。哦，手机忘记充电怎么办？手机忘记充电了，哎，手机忘记充电了，等下没电，明天闹钟起不 Yes. 来。关键在黄金，AD 的黄金非常外面，可能一定要起城堡盖，然后 Viper 后面有两块黄金，爽爽的。这场地形来说的话是。AD 这个屎一般的地形，然后 Viper 是这个 Yes. 好的地形。他们在聊天三小，他们聊三小。刚问他们就可以通过现场赛，我看一下，在聊三小。You know, can try not? So big 屌，他们在说 so 不是 so big 的啊，Sabi sauce is crazy 什么东西呀、啊？不知道，我刚没看到。他怕他吃坏肚子吧？Viper 是史上第一个打 CE 帝国的玩家去中国吃坏肚子，差点丧命的那个选手。你们知道 Viper 去年去中国现场赛差点丧命吗？他说你要打，我不打，你要看围城 PK，你要看围城 PK，就被你虐的不要的，你知道吗？去年 Viper 食物中毒哈，差点在中国丧命，差点成为史上第一个在中国丧命的这个电竞选手，因为水土不服。糖果要不要给我 IG 啊？糖果交换一下 IG 啊？纯粹是食物中毒啊！你看那个 Fire 这个大叔多爽啊，火塔好好的，他送医急救啊！医生说你再玩一点就嗝屁了。然后他晚了一个礼拜回中国，不回挪威。他机票钱就花了10万块，机票钱，因为他住在挪威一个小地方。赶路，我累啦。他那时候落赛打不太好，那时候落赛，中国多住一个礼拜。其实中国人很好客啊，真的好客。其实我蛮佩服风星的，很好客。赶路啦，这个地形不错。连大 IG，我好 IG 好久没更新了，之后贴粉丝团给你们跟追踪一下。我上次更新是一个月前的事，是一个月前吗？分手前的事嘞。他不知道吃三 No. 小，中国东西不要乱吃，中国肠胃不是我们可以那个接受的，中国东西不要乱吃。中国我去中国玩只吃饭店的东西，只吃饭店和大餐厅，我不吃路边摊的。我去绍兴呐、啊，就觉得好落后，就好落后。挪威人妈的，一个麦香堡200多块。你去上海觉得哇，一线大城市；你去绍兴，我去绍兴觉得落后，好落后。他们那臭豆腐，他妈几亿年的油，都在赶路啊！这路赶好赶爽啊！他把这个墙低掉了哈，不是用洋赶了。Kitty 跑来那个直播间找我单挑哎、欸，哇操！被他虐得不要的。群主怎么那个女生怎么了？谁？哪个女生艳白？哪个女生？哪个女生？哪个女生怎么了？艳白安安啊，谢谢你的抖内，谢谢你的抖内。他说我们赖群啊，哪个女生？叫炼丹哦，这种东西不要乱吃啊！你看 Viper 差点丧命啊，命丧中了闹出国际新闻的、欸，对不对？
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燕爸。珍珠赶不回来了，珍珠妈的变得像女朋友一样。你越接近她，她越讨厌你。过去 PK， 过去 PK， 过去 PK， 过去 PK。看啊，过去 PK， 这是我家，我的主场。你知道为什么 Wiper 为什么要跑吗？因为 Wiper 知道他村民来 PK 了，吓死你！中国不会上新闻是不是？吃屎了！这首歌叫做周二柯的《走在冷风中》，走在冷风中。差点死了，差点死！哪个妹子？燕白色情哦，都有老婆了，还想追踪人家妹子？防尘因素吗？这房子这样盖正常啊？难道像喜龙一样盖吗？像喜龙这样盖 ？Weber 可能不敢去中国了吧？岔道打27 P，Weber 打27 P， 村民调配是八个村民伐木，然后。四个村哦，这标准配置啊，这标准的配置啊，非常标准啊。各四个，然后四个这个，就是四四四，你知道吗？你们计公式就这样计，四四四，然后三个金，四四四三个金，然后其他都填。哈，单伐木，直接起这个四级和这个兵工厂。如果是 AD 的意大利，可以比较早上城堡，因为意大利生成优惠很大。不是冷门哥，不是冷门哥。他说要跟你吃，他说要你跟他吃饭，真的假的？我还没看 LINE 耶，帮我转达一下，他上面留什么？上面有什么？来台北我请他吃饭啊，来台北我请他吃饭。我刚讲到哪里？我刚讲到哪里？这场就是打保兵，打保兵。哎、欸，我觉得冯提莫真的好正哎、欸！哇操，冯提莫真的好正，冯提莫应该晚安啊，冯提莫应该要整形吧？说大家嘴他嘴什么？嘴什么？我没看到，没看到 LINE， 这样我手机在充电哎、欸，我手机在充电。我看一下这个他们怎么打。我手机在充电，你叫我去妈的看 LINE。台湾有什么好玩？台湾有吃的。Yes。他们干嘛说？怎么了？我可不想粉丝那么会嘴，怎么会嘴 low 的妹？继续这边干嘛？你们跟他道歉啊！你们要跟他道歉啊 ！No。你们跟他道歉啊？谁说他是人妖的？谁说他是人妖的？还有，害我被他骂，谁嘴他欠揍？我们继续看这个吧。我等下再跟他私聊一下。我看，哎、欸，有创意哦，双生女，然后这个一个兵营，有创意哦，知道打什么，知道打什么，然后开始配这个石头。其实 ，Wiper 的打法都非常有创意，真的。我等下撕他，好，我等下撕他。这个城堡感觉可以盖外面一点的，感觉可以盖外面，又是双军营。会不会打这个地块啊？因为意大利地块蛮强的。靠北，他现在直接被招走，直接这个自动异端。4443什么意思？我对 Candy 很和善的 ，Candy 很和善的。肯定是个很漂亮的妹子，很漂亮的妹子。
我们照片一秀出来，立刻对不对？粉丝高潮，自动一端干，听不懂哦。Dennis 很笨哎、欸、，Dennis 很笨哎、欸，亏你是马里兰大学的，亏你是马里兰大学的，是不是？看赖是不是？看，别不要一直叫我看赖啦，我要充电啊，我要充电哎、欸。靠北黑猪要跟我炫耀哎、欸，干！我比中指哦，黑猪，我比中指哦。气死我了！多团结妹图来了，多团结妹图来。手机不充电，我每天起不来。什么叫赖群？看关于我，看关于我，看关于我。他们在叠对叠，高来高去的，开始收这个僧女，开始收这个遗迹，开始收这个遗迹。你想转过去哦、喔？连手动一点都听不懂，真是笨，太笨了，真是太笨了。他为了保险起见盖来做城堡，然后 Wiper 是挖石头有危险才盖城堡。这场高来高去的哦、喔，高来高去的哦、喔。哎、欸。这个怎么死的、啊？这怎么死的、啊？这怎么死的？是僧女怎么死的？是什么打法？四人伐木，四人，那就是一般生存的公式。四人伐木，四人伐木，然后三人黄金，其他种田。靠这样睡觉，靠这样睡觉。会不会死？会不会死？这会不会死？这个身体会不会死？这身体会不会死？这身体会不会死？感觉不会死，感觉不会死，差点死哦，差点死哦，差一刀就死了哦。Viper 真淫荡，淫荡中的淫荡，淫荡。八人伐木啊，四不是八吗？你洗嘞，对不对？燕白，四加四不是八吗？四加四，这个一个伐木，四个村民就是八个村民啦。四加四比较八，封建时代啊，封建时代。AD 已经这个上城堡啦，然后 Viper 感觉有参数他的打法，一样是四个，一样是一个 TC。23分上帝王，然后只出僧女，出僧女啊，出僧女，然后研发了这个加三射程的这个印刷术和这个叫什么、啊、忠诚，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火背的考验了，反正加血的技术和这个加三科技。黑色帽什么东西？没订阅记得那个订阅一波，我们的订阅人数增长不上去啦。有没有研发招僧女的？有没有研发招对方？其实玛丽僧女很强、哦，玛丽的僧女。玛丽的呢？玛丽身体很强，玛丽身体只是没有那个加快速度，其他什么鬼都有。不过没有加快速度的那个很亏啊。我忘记那什么加身体血的啦，30滴血变成这个45滴。现在转播啊，现在转播啊。二四在测试我们吗？记得订阅啊。再修，这个被打就要被修。这个 GBTO 啊 ，Gable 金字塔不能盖啊！全部真的要睡啦，真的要睡，真的要睡。他们在打我也要睡，他们在打我就看记录档，他们在打我们隔天转播他们记录档。出来咯，速度能不能？这速度行不行？ Viper 敢会不会输？ Viper 会不会输？你们觉得现在谁会赢？现在觉得谁会赢？他们都研发这个加三科技，加三科技，完蛋了 ！Viper 可能要赢 ，Viper 可能要赢。Viper 可能要赢 ，Viper 可能要赢。Viper 不会玩啊，可是 Viper AD 不会玩啊。这手老灰啊，手速不行啊！老灰啊，手速不行啊！不过这个洛马救了他，洛马救了他，洛马救了他一命，洛马救了他。
AD 要赢啊 ，AD 要赢啊，不是外婆要赢的、欸。嗯，旁边蛮漂亮的，正面型的。谢谢思维，这名字蛮好听的、哦。AD 好像不是老龟啊，很像也是九零后哎、欸。谢谢你思维，谢谢。谢谢你，谢谢。他们生理互换哦，他们生理互换，这场如果 Viper 再赢，真的是没天理，没天理。你看招响的这个科技，再也没天理哎。这个生理会，他们生理互换，你知道吗？生理互换，红色是非洲国家，非洲生理长得不一样。谢谢你思维，谢谢你。这个在赢，感觉没天理哎。现在落后500分，你们觉得他们谁会赢？现在觉得谁会赢？我觉得 Viper 的逆风局很可怕，很扯。燕柏有赞助歌吧？燕柏，你有赞助歌吧？想成骗人？哦，你前天赞助没有啦？前天赞助，因为赞助歌是。三鹿哥是最近才研发出来的。屁股在干嘛？屁股在发展经济啊，出肉麻，他出肉麻。你们觉得 Viper 会赢吗 ？Viper 会赢吗？我看哪里变正常，哪里进来变正常，有吗？有变正常吗？Viper 憋肉麻哦。有人觉得 Viper 会赢吗？有人觉得 Viper 会赢吗？我赌 AD。因为一直被压缩，爸不止爆了那个宝，还有他的一堆兵被招走，一堆兵被包走。他出肉马没有用，因为他这个会，他这个会喷，他这个会射嘛，他这个会射嘛，他这个会射嘛。觉得谁会赢？觉得谁会赢 ？Viper 在，我跟他姓 Y 了 ，Viper。Viper 在赢，我跟他姓 Y。你赌 Viper 赢，我赌 AD 赢，这个不可能赢的，这绝对不可能赢。你要怎么赢啊？这怎么赢？那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嘿，这个胜率很猛哎、欸，杰克后是不是很猛？这是不是很猛？这个阵容，那么落马这么少，打个雕啊！后面没资源，这个田全部废掉了，你没有肉啊？这赢的没天理哎！感谢你的燕柏，你是卖钻石的是不是？赖群，你密那个啦，你密我们的赖群群主，我们都有教他躲在角落干嘛？这个赢的真的没天理，这赢的真的没天理。来喽，来喽！嘿，给 AD 赢一场吧，那外挂不要开了吧，我不信会赢啊，我不信啊，这我真的不信，我真的他妈不信的、欸。GG 了，果然我玩 GG 了。好啦，我们卖精品了是不是？